路连接时代，路见证成长，路通往未来。1984年，中银投从香港出发，踏出中国银行国际化、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，以金融报国为初心，开启寻路美好中国、融通全球经济的漫漫征程。这一路，开疆拓土，奋楫笃行。中银投围绕国计民生重点行业，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理念，逐步形成四大业务板块：股权投资，针对成长型非上市公司，完善发展战略，改善治理机制，优化财务结构，改进运营管理，赋能大批优秀企业的崛起；基金投资，开展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的专业化投资经营，通过投资基金的组合管理，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；不动产投资，针对成熟商业地产项目，进行资产收购、售后回租、公司股权收购等业务，实现稳定现金流回报和资本增值收益；特殊机会投资，对不良债权、不良股权和不良实物资产进行收购、管理和处置，重组重塑资产价值。中银投的足迹遍及中国内地、港澳及全球，续做了京沪高铁、顺丰物流、京东数科、药明康德等一批深具市场影响力的项目，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历经多个经济周期、资本市场周期及产业周期的反复淬炼，中银投打造出一支投资经验丰富、专业性强的团队，形成卓越服务、稳健创造、开放包容、协同共赢的价值理念，以科学稳健的管理、专业精准的判断，不断提升自身价值管理和服务增值的能力，成为国内商业银行背景下资产规模最大、投资历史最长、业务品种最健全的专业投资公司之一。这一路变换赛道，再起征程，面向十四五规划，顺应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，中银投以一体化、专业化、市场化为方向，进行自身变革，创新驱动，合规经营，全面提升市场化基金投资管理专业能力，以专业化、基金化、市场化、生态圈为抓手，用投资赋能实体经济，以金融推动时代浪潮，深入贯彻新时代制造强国战略要求，重点加强高端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，助力国内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和重点产业链做优做强，在全球科技赛道上跑出中国制造加速度，密切关注环保材料应用，瞄准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商用的投资商机，助力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与绿色可持续发展，聚焦物流产业智慧化转型升级，推动物流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，为大循环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根基，加大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力度，全方位协助医药企业完成从产品到商业化的进程，积极迎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挑战，紧抓中国消费市场巨大增长潜力，关注新消费、新客群、新品牌、新业态等新发展模式，聚焦细分市场，让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内生动力。这一路坚守初心，感恩回馈，中银投肩负国企在商言政的责任，为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贡献力量，
秉承集团融通世界、造福社会的使命，与众多社会慈善组织通力合作，将更多温暖传递到广袤中华大地。30多年，逐梦前行，中银投始终与国家共命运，与时代共成长，以金融力量助力民族复兴伟业，描绘美好中国图景。中银投期待与更多投资者携手同行，拥抱未来。